Hello，时间过得好快呀，又是一周的周六啦。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。今天我们又要接待20个旅行团，给大家看，当当当，这是一辆加长林肯。这辆车上的客人呢，其实是新婚之前的单身 party，就是他们啦。他们现在在参加我们的 tour。那中间这个穿白色衣服会戴头纱的女孩就是新娘啦，那其他穿黑色衣服的女孩就是她的闺蜜。在品尝完第一款酒之后，我们会来到这个存放着橡木桶的房间，这里每一个橡木桶都存放着红酒哦。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留下你的签名。之后呢，我们会选出一块作为明年酒瓶上的 label。最后呢，我们会来到 tank room。我们的红酒就是在这里酿出来的哦。Cheers！